至于三州行政议员张波祥也说，无论是新天宫的灯饰或者神庙的建设，每年都力求突破，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台湾。对于新天宫来说呢，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骄傲，因为我们有一所宏伟的一个新天宫，呼吁所有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在新春期间，基本上这个灯会呢，它是从今天一直到这个元宵节，然后欢迎所有马来西亚的朋友呢，到凤凰，到瓜拉普。傍晚，新天宫都有不一样的灯彩特色。在农历大年初二的这个时间，新天宫还有开设美食嘉年华，想要来参观的你就千万别错过了。还有一个国家，身在热带国家的我们，一到有冬天下雪的国家，可能就会异常的兴奋，忍不住想要尝试打雪仗、玩雪球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选择去吃冰雪。雪球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后悔莫及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户外下的白雪真的是不能够直接拿来吃吗？